这什么话要说啊？男主怎么还没在？身份男二，人设绿茶，请谨遵设定，完成剧情。我居然穿成了绿茶男二。教官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。完成剧情，难道就是要我去跟他们两个在一起？我帮你把奶茶送给教官，走啦。教官，这个给你。您买的？不是，是诗诗。军训期间不能喝奶茶，你想加税吗？什么时候的规定？不行，我不能害你主。就是我买的，我还不想给你呢。你什么你？在这家训扎马步一小时。哎呦，怎么了呀？就不小心。警告，请谨遵人物设定。设定？奶茶？我好心好意帮你送奶茶，没想到教官不领情，他把我干。我头好晕。中暑了。送你去医务室。教官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真没事。怎么，诗诗不在，你就不晕了？吃醋了，是时候用激将法了。当然，反正现在诗诗又没男朋友，你要是不表白的话，就别怪我了。一定要表白吗？当然。你们来来来来，快点，诗诗，他话对你说。小婉，给你，其实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剧情完成，法竟然这样就完成了。